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啊。因为今天比较晚，来吃陈记烧腊，那就吃烤鸭饭。好，那我就烤鸭饭。哎，就只有烤鸭饭。嗯，好，那就高丽菜，然后这个跟再一个高丽好了。哎，再一个高丽。哎，对，那个好了。哎，对，好，这样。下次要吗？好，要。好，这样总共100，算是 CP 值很高。好，陈记烧腊就是好吃 ，CP 值高。油香油香的鸭肉。超棒！油香油香的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。相当值得一试。好吃实在。油亮油亮，真的很棒。这个鸭肉有卤制的香气，好，配菜总共有四样。好像有这个很贵的高丽菜，吃到赚到。大口鸟了，嗯，好吃啊。好，这边有点杏鲍菇，很超值。
好吃丰盛啊，赞！但他就便当假收霸，好，生意很好，店家。我第一次比较晚来碰到他们，刚好打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相当超值的店家。好，菜单拍一下，刚忘了拍。OK。好，再来是永和德政，是最近很火红的店家。那我们就来喝看他们的饮料。声音很好，啊，你好。喂。稍等一下。好好。好，这个是饮料单。我想请问您推荐什么？我这边的话，品质好的是推荐。看你想喝什么系列。好，那么春乌龙是比较。春乌龙是比较像清茶的乌龙茶。好好，那一个春乌龙，一个清乌龙好了，都大杯的。春乌龙跟清乌龙。嗯。都微甜，然后少冰。好。嗯。想杯要袋子吗？好，不用。春乌龙是大杯微糖少冰，清乌龙也是大杯微糖少冰。哎，对。这样子用吗？其实好，那德珍就是这个很火红的店家。好，你少先喝喝看啊，好不好喝？喝起来有点像清茶，那你的呢？是一样吗？那是培乌龙，青培。青乌龙啊。喝喝看。比较浓。好。这比较像老人茶啊，那我喝好了。好，那再来就逛一点点夜市啊，那觉得这个茶还蛮好喝的啊。蛮香的，哦，原本是要带人少吃韩国料理，但是它关门了，下次再拍。因为今天是平日，所以人稍微少一点啊。哇塞，这摊子也太多了吧，超受欢迎。最近这家也蛮夯的，反转后奶酥。好吃脆肠，好，今天平日中段这边夜市人还是蛮多的啊。
好，那 Ansa 排队，那我来先逛一下啊。好，那乐华有来过很多次了。家是这个普富盛名啊，那就不解释了啊。刚好烤好了啊。啊，这个是成名月亮虾饼。大喝茶，韩式炸鸡，怀念润饼，好，这家是蛮有名的啊。好，那这一摊的这个烤物就是香喷喷、香喷喷的啊。生意相当的好，一直都在排队。好，这样这个完整的时候可以比较看到全部烤物。好，那就吃一只啊。好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小小小鸡腿哈，然后就香香甜甜的，嗯，然后家人都很爱吃，外酥内软，然后口味蛮香的啊。今天总觉得吃起来好像稍微有点干啊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